嗨，你们好，我是 Brian 黄超群，我是一名新加坡的演员。本地娱乐圈是蛮辛苦的，因为这份工作的性质是非常不稳定、不确定，它是很看雇主和厂商的个人喜好。那如果没有导演或贵人看上你的话，那就可能没有工作，也就是没有收入了。那在2022年初，我就是面对了这个情况。我当时刚拍完了一部三年半的长寿剧，三年半的稳定收入就这样，拜拜。顺便一提，我近年也刚刚结婚，所以也会有房贷还有房子装修费用的压力，所以财务方面真的是有一点担心哦。但正当我在为经济上的困难烦恼时，神就在背后默默的动工。在整个2021年，我只有差不多八个社交媒体上的工作机会，但在2022年单单一月，我就有三个类似的工作，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。就当我开始感到害怕，当我开始让恐惧占据我的心的那一刻，神就以行动来告诉我，他会挺我，他会照顾我。所以这就是我想分享的见证，神对我的恩典。他从以前到现在到永远都与我们同在，只需要相信他，依靠他，他一定能照顾你，指引你的路。